开打，今天中午全面开放线上购票。八号晚上台日站三分钟就遭到抢购一空，台飞站则是还在热卖当中。超级循环赛票价调高之后人气不减，今天早上十点开放，考友可以抢先购3000张门票，不到30分钟就显示完售。而中午12点开放全面购票，马上又被秒杀。我们接着要看到的。